翻屋企一齐住，为咗方便出入，佢哋喺2021年7月嘅时候，透过车行买咗一部二手车，8月头成功喺运输署审批过户，点知？而家过咗户，我哋觉得架车都冇问题啦，系咪先？就到好啊，9月28号，运输署咧就话俾我听，即系通知我哋啊，呢架车咧就系话咧系涉嫌干犯非法载客取酬罪。即係我俗稱叫白牌車啦嚇，咁啊就你架車咧就會有問題啦，咁啊即時咧就出一張叫白牌令。睇翻運輸署嘅信，蘇珊買嘅呢架二手車喺2021年5月5号曾經借俾人用，當時駕駛人涉嫌使用該車輛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蘇珊7月先去車行睇中呢架車，5月發生嘅事關佢咩事？即你知唔知道原來你架車係咁樣噶？完全冇可能知道啊！即係講咗操作之後，躺著也中槍。蘇生一家否認控罪，於是個案喺2023年2月15号喺交通審裁處聆訊。佢哋相信冇做過，上庭同個官解釋下，應該就冇事。可惜事與願違。嗰個上手嘅車主啊，同埋佢嘅司機啊，本身係喺2021年5月5号。干犯嗰個非法載客取酬嘅，即係白牌車啦嚇。咁但係你本身嚟講咧，你係喺2021年9月21号，你先至通知運輸署。我太太就問佢啦。咁你一般嚟講呢啲咁嘅即係嘅案件啊，警方係幾多日通知你啊？好清楚，7日。好清楚話俾你聽啊，7日嘅。但係而家你呢個 case 咧？4个月零23日。咁呢段時間你做啲乜嘢咧？如果本身警方係話按照翻一般嘅通報機制，唔好話10月17日啦嚇，就算你1个月啦，佢運輸署收到呢啲信息嘅話，根本上我哋係冇可能買到呢架車。我哋問過警方，回覆指警方喺5月24号收到市民舉報，該車輛喺5月5号涉嫌一宗非法載客取酬嘅案件，即時採取調查，確立有足夠證據證明有人干犯相關罪行後，已經即時通知運輸署。涉案司機已經被定罪罰款2000蚊，而架車雖然已經過户，屬於蘇生一家，但就面臨被扣押。苏生一家多番解释，但审裁处不接受，裁决理由更加令他们无奈。4月14号的去吧听到兵团，继续林九。Patrick， 好啦，咁啱啱睇完一条片啦，讲下呢条先。咁啊喺东张 pass 嗰度啦吓，咁啊近期咧好多朋友咧都即系好似佢好似做咗真系呢个包大人咁嘅角色喎。其实好事嚟嘅，系因为而家真系好多时喂政府佢睇唔到。政府部門好似即係闊佬懶理咁嘅嘢，但係過咗東張咧，就真係幫到好多手。但係我中意睇咧，原來香港人咧好多人咧中意咧，即係養曱甴啊，同埋咧養老鼠啊。我發覺睇咗之後咧，睇即係佢好多呢啲片，曱甴屋啊，原來香港人咁噶啲人嚇，好奇怪嘅。咩人都有啊，係啊，好恐怖恐怖。而且咧，佢食飯個播嗰陣時咧，就啱啱食飯好咗啦。我早兩日個車係咩？喂，食緊飯喎、啊！我哋咩？我就唔驚嘅，因為始終係隔住個畫面咧就好啲嘅。咁貴啲細路仔啊！咁啊係係，即係幾有時幾嘔心啊！真係見到哇！咁好啦，講翻翻嚟啦，咁啊見到啦，咁就喂同埋個女主持都身材都 OK 喎。好嘅，我覺得呢度 OK 嘅。咁啊嗱，其實點解今日我哋會講咧？我都覺得關我哋事啊。點解啊？嗱呢位伯伯咧就好不幸啦，講嗰位真係。買家啦，賴咗嘢，賴咗咧買咗架咧，擺到明咧就應該係做白牌車啦，即係我哋不嬲針對噶嘛，係嘛？咁其實我哋不嬲都話嘅就係、是，如果除咗停牌坐車監，架車會註銷噶嘛，係嘛？有權註銷，但係依架車應該係冇係咪坐車監？但有佢有 record 喺度嘛？有 record 啫。而家政府個運輸署個回應就係咁樣。咁啊，原來咧，嗱係好嘅，我覺得係好嘅，真係。梗係好啦。係啊，咁你話嗰個苦主真係唔好意思啦，爸爸。以後你哋買車嘅時候就要問下。車清楚咯。喂，係第一車清楚，第二就問嗰間車行，如果同車行買就喂，你有冇做過白牌車啊？係啊，可能加埋添啊，合約要加埋呢樣添啊。要加埋啦，其實。係啊，咁即係嗱，我哋買車不嬲都係好簡單嘅啫嘛。架車有冇拆車，有冇即係譬如所謂嘅積木車有嚴重撞事故啊？架車試唔試正啊？咁嘅啫嘛嚇。而家多咗依樣嘢，咁你問我都係好嘅。
咁提提咁多位買家啦 ，check 多啲，嚴謹多啲，去下運輸署，咁就即係唔使而家咁樣錢就俾咗喎。車行嗰度我相信未必一定負責，係嘛？咁但係政府真係個條例喺曬度，你唔過得户噶嘛，係咪啊？咁你買咗翻嚟，買咗翻嚟係點樣處置咧？最後我真係唔知啦。係啦，嚇諗住開心心一家大細咁樣。咁啊，總之都係嗰句啦，揸白牌車，嗯，你嘅車就有機會係不能夠轉讓。係啊，你而家話累幾累人咯？除咗累咗啲乘客同埋道路使用者，估唔到連你搞到人哋要有人接手你架車嘅。喂，可能連賣俾人都有問題啊。係啊，咁點解揸白牌車啫？咪係咯，揸的士咪得咯。係啦，所以我哋真係支持啊，政府支持，支持咁做嘢今次。係啦，做得好，做多啲。冇錯，係啦，做多啲啦。啲車白牌車全部唔買得嘅。係抵死嘅，係啦，冇錯嚇。甚至乎咧，最好就即刻註銷咗。係咪真係轉得名啊？即係又調翻轉。咁而家佢真係唔轉得名，即係跟釘釘，即係好似釘契咁樣，即係好似扭釘契咁。係啊，係係係，真係非常之好，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啦，係啊。咁但係你就係咁樣，總之你有架車。有啲屎忽嘢喺度，你就唔想要噶啦。好老實講句，係係嘛嚇？正如嗰層樓，冇錯，燒個炭你都唔想要。冇錯啦，係啊嚇。咁啊，幾好啊！多謝多謝。咁啊嗱，近期咧就除咗呢、這個即係白牌車，有啲朋友咧就亦都咧留言啊，就話咧好似我哋咧有少少即係懶啊閒咗啲。咁啊，希望大家提大家啦，即係我哋嘅。香港的士同業聯盟咧就成立緊啊，成立當中啊嚇，而家即係草擬緊呢個會章，係啦嚇，咁啊密羅緊鼓做緊啊，有啲嘢唔吹得嘅，因為有啲嘢咧即係原來我哋而家做紙紙啊，好專業嘅咧，嗱一粒字啊，好簡單，即係我即係而家意識嘅名譽會長同榮譽會長，嗱名譽同榮譽有乜分別咧？嗱佢有嘅，你個音讀得正啲，名譽。同埋榮譽係啦，係都有嘅，可以係有嘅，係有分別嘅，係嘅嚇，都可以嘅，咁好大分別嘅，係啦嚇，咁即係榮譽即係出錯名，榮譽就榮啲嘅，型啲嘅，係啦，勁啲嘅，嚇可能係咁，有啲係永遠，永遠會長，係啊，咁啊，所以即係我哋真係要小心啲啊，有啲嘢就咁會長就唔永遠嘅，係唔永遠嘅。即係可以落翻嚟嘅，可以落翻嚟嘅，係冇錯。臨時嘅會長都有係嘛？啲又加翻個係嘛？冇臨時嘅應該，唔知啊，臨時嘅大佬。咁啊，所以大家就榮譽主席得唔得咧？榮都有嘅，咁所有嘢都有榮譽名譽係嘛？冇榮譽主席嘅應該。榮譽主席咧就係嗰啲叫咩啊？歌台會咪嗰啲會長，嗰啲主席永遠都係嗰個咯。哦，嗰啲一永遠主席一人會，嗰啲一人會啊嘛，永遠主席。佢都冇第二個做到會長咯。我不如我索性我永遠做曬啦，係嘛咁樣。成立一個會咧，其實咧講咧，即係每一屆咧，即係大概三年或者四年甚至五年啦。咁喺會章裏邊都要定名嘅。係啊，嚇咁亦都係每一次都要選舉嘅，所以都好多嗰啲會章嘅細節都要寫。咁但係希望大家咧都到時多多支持。系个会咧去做一啲实事嘅，系招收会员咧，我哋唔系去做一啲赚钱嘅嘢，系做啲实事，系继续。系招收会员咧，稍后咧会公布喺咩途径可以啦，系咪？我哋嘅宗旨就系咧唔好咁烦，简单啲就咁解嘅。即系我哋唔好哇，填份嗰份会员表咧，有时见到咧，哇，你真系唔想入嘅，顶佢肺啊，系嘛？但系都要都要嘅，一定要基本嘅嘢都要嘅。系啊，因为呢个系法例嚟嘅。系啦，冇错。O K， 咁啊，亦都咧嗰个我哋嘅会嘅宗旨咧，除咗系即系帮助业界咧争取佢应有嘅权利，嗯哼，系啦，即系包括埋打白牌车嘅。系呢样有呢样有嘅呢样我哋都咁亦都咧希望争取多啲。福利，俾到大家嘅會員嘅，係啦，福利即係享受下，可能喂去個參加個旅行團，而家可以開放啦，可能哦搞個可能唔知邊度飲食旅行團就平啲咁樣，即係希望做下依啲唔同嘅嘢，即係為業界爭取，除咗爭取應有嘅權利之外咧，咁啊都希望多啲福利，或者呢個特正骨旅行團。有标明吓，即系叫阿朱老板提供系咪？系冇错啦，吓提供佢个即系简直佢嘅领队咯，有资格做领队啦，佢荣誉领队。嗰晚包场，OK， 佢打个电话得啦，俾面佢啊嘛，系啦。呢啲都慢慢可以再做下嘅，因为其实好事嘅，团结大家咧，多啲福利俾大家。嗯，冇错吓，咁啊再提提大家啦，即系龙誉24小时维修中心咧。都係 standby 好嘅，咁近期咧個生意即係前排我喺度講開，
真係有時真係唔到你唔信邪個咁啊 ，Patrick 你即係幾廿年經驗啦，啊由細到大你都喺依行都係有份嘅，我覺得係咪啊？啊，係咪真係落雨天氣差啲就多啲事故咧？即車房又即刻多生意喎，係係嘛？幾開心喎佢哋嚇？呢個一定㗎啦，一落雨咧啲人就即係慣咗唔識收，我都唔明喎。其實你見到塊地一濕咗就自然會慢嘅，你會唔會咧？我一定會嘅，但係唔知點解有啲人即係好似。對所有嘢都冇嗱，其實你要講清楚嗰啲人咧，其實係的士佬嘅啫，唔係我話。私家車好多，你唔覺得落雨就好好好行嘅？啲人讓硬你，尤其是私家車讓硬你㗎。係啊，我都係㗎。係啊，你去啦，我驚你得唔到。係啊，即係我點解唔讓你啊？喂，我頂住你，同你咩冇用啊？我驚懟我。同埋大家都快唔到嘛。係咯。係咪啊？啊，貨車特別快喎。啊，貨車梗係啦，高高在上，同埋佢條胎咧真係好咬㗎，唔知點解夠闊啦。咁好啦，但係咧。的士司機咧，佢有度好，佢無視風雨。我相信香港冇落雪啫，佢落雪都係咁揸嘅。我話嘅，係咪先？真係嘅，唔知點解我真係，即係小弟自問真係啊，可能技不如人啦，係啊嚇。係個人膽大嘅，係佢哋都係咁樣嘅，完全無視啊，好嘢。即係上次嗰單啊交通意外喺機場嗰單。系啊，嗰單就係咁嚟。天氣都唔好噶，講真。濕噶地，係啊，係啊。即係再提提大家就係安全駕駛。係啦，嚇！如果唔係，到時我哋派咩福利都攞唔到。咪係咯，落雨真係嘅，你一定要就好簡單。政府都話啦，個守則就係由兩秒停車變四秒啦，要最少。係㗎。係嘛？其實真係唔夠收嘅，靚胎都未必收到。啊，所以大家自己諗下啦，嚇。咁啊，好啦，嗱。視野差收唔到，就仲有少少情有可原啦。即係因為我有陣時都會嘅，譬如去到我好驚衝紅燈咧，有陣時去到就綠燈，點解黃咧？我好緊張，一腳揼停噶嘛。但係有陣時你濕地咧，雖然係話 ABS 打打打打打打打，但你都會跣少少噶嘛。嗯，係嘛？咁而令到即係可能突出咗少少，我覺得嗱，唔係話本人講好説話。我哋都睇到啲司機嘅，佢已經盡力揼噶啦，係嘛？阿嫲嫲點知天雨路滑咧？咁但係喺視線良好之下，而日頭日光日白，生勾勾一個人你都可以睇唔到嘅，你就唔止衝紅燈噶啦。我發覺咧，你嘅視力咧非常之有問題啊！我哋睇下以下片段先。AI 提示 AI。好啦，根據星島嘅報導啦嚇，咁啊佢就話咧，深水埗咧私家車高速衝紅燈啊，與途人擦身而過，咁咧網民就話咧行慢兩步都死，我諗唔係兩步，係一步都分分鐘死，係咪先啦嚇？咁要嗱，其實咧佢係睇到嘅，我覺得。但因為有架死車泊咗喺右手邊，有冇咧？左邊啲嘅。其實就唔啊，應該係牽涉。有三個途人添喎，係啊，係嘛，分分鐘打保齡嘅喎，甚至乎遠處都有一個咧不依照交通，即係個行人過路處過嗰個有一個，係咪啊？其實牽涉幾個三個以上嘅喎，好攞快。左手邊嗱，首先嗰個路口咧，個交通嗰個設計咧應該係冇問題嘅，因為右手邊我當你遮住咗啦，可能有死車啦。左手邊係完全啦，嗰一組交通燈係睇得清楚嘅。係啊，係啊，冇錯。嚇咁啊！我就好奇怪，而且嗰度亦都唔係死車嚟嘅，所以更正一下，人哋係等緊燈嘅。係啊，唔係死車喺度嘅，人哋依照交通燈號嚟嘅。停咗喺度。大佬，我呢陣時見唔少即係 O 嘴啊！佢真係無視車 cam 添喎，直頭係。係啊。即係周圍都咁多車。乜嘢都佢咩都無視，所以話佢視力有問題咯。佢無視行人。係啊。無視嗰盞燈。係啊。無視行人過路處，無視埋。周圍啲車劇係啊，冇試埋個車速係啦，冇佢都個車速都好快，應該唔慢㗎啦。應該唔止五十。我哋又唔係，我哋冇咁叻嘅，估唔到幾多嘅。係，但一定唔慢咯。佢朝頭早十一點嘅就係喺深水埗公園對開，咁啊佢上咗去泥橋嘅，跟住係往尖沙咀方向。趕住翻過隧道啊！
朝頭早十一點喎，驚塞車啊！排多兩個早啲排。朝頭早十一點嗰個時間應該唔會點塞嘅，如果嗰個時間。真係似 Q 事嘅真係。啊，好奇怪，所以咧就係、是、所嗱、啊，我又覺得咧過緊馬路嗰個拖住即係手推車嗰個阿叔咧，可能真係冇留意佢打安置。嗱、啊，有一對男女咧過馬路，佢哋係醒目啦，佢哋可能真係見到啦。啊、有些人呢過馬路希望提提大家都是的，斑馬線又好，行人過路都是啦，如果你是綠公仔或者斑馬線，其實你都不要覺得大安置疑，我望的，我大叫就是我行的、啊、那兩個醒目啊，真的是沒有走出去，是啊，都要看看就是這些嘛，這個呢就其實呢好好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我覺得、這個、做得好啊，負面教材這個唔係嗰架車就負面，嗰兩個行人就是正面嘅。係啦，嗱咁樣講，我要分清楚啊。係啦，係啦，即係你都要為留意一下嚇，唔、啊、好以為自己咁樣就即係大綠燈啊，大曬，我行我數，條命係你自己嘅，冇問題，你係大曬嘅，你過嘅，但係條命係你自己，嗰啲人唔守規矩啊嘛，大哥。嗯，浩進車行有咩幫到你？我哋呢度自設車房，全日支援車身維修。机件保养、代客收租、的士管理、效率保证、技工认可，好，冇问题，阵间见。土瓜湾上乡道35号 B 27736766，浩进车行。今日系一个好重要嘅日子，一定唔可以迟到啊！师傅唔该，浩进车行。爹哋辛苦咗咁多年，系时候要报答佢啦。揸咗几十年的士，孭起晒成头家。而家我哋都出晒身啦，都应该有翻架属于自己嘅的士，等佢可以舒服自在咁开工。宏信车行屹立业界几十年，两代经营专业，人情味并重，无论管理同买卖都妥善可靠。宏信安心幸福。屹立新界30年嘅丽新车行，同埋东区嘅丽豪车行。专营的士租赁、牌照买卖、车主托管，丽新、丽豪是必然首选。凭住在行内的经营多年，声誉良好，管理完善，所以认住丽新、丽豪两大的车行的麦头，你就不用愁了。咁好啦，咁啊，即系行人啊，过马路咧要小心啦。咁啊，冲红灯啊，睇咯。咁但系咧，近期咧就有一个。話題啦，運輸署出咗個決定啦，我覺得可以咁樣講啦，係嘛？咁我令到我即係幾質疑嘅，同埋好多朋友都有商榷噶嚇。咁、因為咧，都係好緊要啊！呢個係好緊要嘅。點解咧？我哋不嬲都係覺得依樣嘢其實係咪應該要禁止嘅，甚至乎，但係運輸署有少少好似反其道而行喎，想放寬。係啦，咁我哋睇下啦，係另一個報導咧就係、是。電動單車及運滑板車最快年底合法化，時速最高是25km，限速啊最高啊，限速啊撐佢哋啊嚇。風火輪就未能合法。係啦，指定單車徑使用，指定單車徑使用，即係唔可以喺馬路上面使用嘅。係啦，咁我哋睇下運輸署近年咧就滑板車、電動單車或俗稱風火輪嘅電動單輪車咧，研究可移動呢個工具，展開立法工作，研究是否可以使用。據了解啊，電動滑板車、電動單車最快今年合法，但只可以用單車徑，例如將軍澳、白石角單車徑使用，而且限速咧最高係25km啊。至於風火輪咧，電動平衡車冇車頭、冇車燈啊、冇車頭燈啊。制動啊 ，brake 啊，同埋咧，咁啊，仍然咧無望合法使用。咁佢冇 brake 嘅乜乜，風火輪係咪冇 brake 噶？嗯，佢點停啊？佢點停啊？向翻後咯，我向翻後嚇，咁啊，即係停咗就個輪唔喐，兩個輪。係咯，我唔知佢點停喎，我冇踩過喎，風火輪。哦，嗰啲平衡車都係向後，佢咪用嗰個動力個摩打向翻後，佢可以前後行噶嘛。嚇嚇，我即係就變咗個就停咗個摩打啦。哦，我明。跟住然之後向後，即係你。用向後的動力嚟停車啩？唔知啊。你即係都係電嘅，都係咁嘅原理。佢冇咁樣夾個臂力噶嘛？係冇咁樣。咁啊真係冇臂力噶嘛？佢係用後邊嘅動力，即係向後嘅動力停車。咁啊，電動單車嗱，佢合法化，佢又雖然又強調而家單車徑，其實呢條法例都係廢嘅。我覺得你問我就係點解我話相確咧，就係廢。咁啊，仲有講我咩香港汽車會長啊？李耀培為運輸署相關研究小組的成員之一，他表示按現時進度，電動滑板車
電動單車最快今年合今年年底合法化，但經試驗公開諮詢後，其他電動可移動工具則未會合法。他續指兩款合法化的工具都有一定規定，例如必須設有車頭白燈及車尾紅燈、車尾反光板、有效的剎車制動系統等。另外，由於過往不時有相關工具自焚的意外，因此電池亦必須有安全認證。啊，咁即係要驗車喎，係嘛？係啦，係咪？係咪要驗車咧？係咪？係咪每六年都當佢私家車啦？咁佢而家都唔使攞牌嘅，即係唔係好似嗱？如果不嬲電可移動嘅工具咧，其實係需要出牌嘅。嗱、咁但係而家就即係唔使嘅。嗱，好啦，報道仲有講咧，最高少25km啦。咁啊，車速方面咧就廿五啦。不過你要陪仲，亦都話咧傾向咧規管呢個進口嘅相關工具設計，即係應該係文件上邊啊，係咪進口嗰邊？但係入地一定改得。係嘛？冇錯，一定改得。係，一啲好簡單啫嘛。其實廿五真係好慢㗎。好簡單，改呢啲易到不得了。唔係，但係廿五公里真係好慢㗎，即係你企上個板車，即真係好慢。即係快過人力啫，係咪應該係？係啊係啊，踩架單車都快過佢。嗯、其實踩架單車咧，你平均都二三十㗎啦。話快嗰啲成四五十七四五十啊有啲嗱咁亦都係咧規管就話咧必須要戴頭盔啦嚇、啊。不過咧即使合法化後咧，並非所有場所都可以使用有關相工具。過往政府曾於將軍澳嘅海濱公園啦，同埋白石角海濱長廊好似試驗有關工具嘅。我覺得係為咗條將軍澳隧道，跟將軍澳嗰條橋。哦，嗰條橋嚇、啊，即係等佢用下啦，係嘛？即係好似有嘢用咁樣好似。係唔奇嘅，我覺得係。有啲所有單車可以勁可以使用啊，最緊要呢度啊，唔係所有嘅單車勁啊。即係睇佢闊窄可能要。嗯，即係只可以有指定嘅。佢冇講過沙田啊。冇講過粗魯飯咁啊。沙田大埔一段咧，一路去一路上去錦田，其實嗰條路點解唔用啊？嗰條路先有用啊嘛！你俾架車我就要，其實我點解要用個可移動交通工具咧？我就想由。馬鞍山我自己住馬鞍山啦、我想去到大埔食嘢啫嘛，我咪踩住嗰個嘢。有冇斜路㗎嗰度？冇噶，全部咪有嘅，有斜路嘅，即係有咁樣嗰個隧道嗰啲咯。嗯，上斜用咪好咯，係咪啊？上斜用舒服，好舒服㗎。咁啊，所以呢條例又有少少多 Q 魚啊！你問我就真係。唔係，但係你即係其實講一講呢度咧，其實近期法國就想取消合法化添。嗱，法國合法化嘅情況係點樣咧？我就唔係好清楚，知道合法嘅。但係就係話咧，點解反而法國係倒轉咗咧？因為好多交通意外發生。係啦。不過佢咧就冇咁多規範嘅。嗯。即係佢喺普通嘅路面都容得。因為自由啊，法國人唔同啲啊嘛 ，free 啲啊嘛，係嘛？係啊。咁就所以我覺得呢條條例冇幫助，因為點解我係會質疑佢就係咧？而家我嚟針對喂你點解你唔提下？你就話做咁多什麼試驗啊？唔係俾人玩。我覺得 OK 嘅、嗯，但係你要嚴厲去執法嗰啲而家犯緊規，係啦，你要改埋市區度，你喺條路馬路面上面嗰啲啊嘛，同埋你要加強個罰則同埋去執法啊，執法係啦，我都唔明嘅，即係運輸署其實成日都玩咩咧？好多嘢都有法不依，係嘛？包括白牌車，係嘛？你整條法例有咩用嘅？係嘛？冇執行嘅，你只叫佢喺度玩，你覺得佢真係喺嗰度玩咩？而家都在玩緊啦，唔係我話。唔係咯，係咪先？我成日喺條蒲崗村度見到上上落落嘅。唔係。嗰條斜路咧，你又啱嘅喎，真係好斜啊嘛，係嘛？踩住嗰個嘢上，冚冚聲衝上嚟㗎，大佬。又或者即係政府啦，既然啊施政報告啦，特首啦，又話將咩街市嗰度啊整成一個咩俾啲年青人啊玩啊滑板啊嘛。嗱，因為點解呢行咧？我睇個勢咧。其實全世界咧，而家呢啲電動工具咧已經趨向運動化，嗯，係嘛？香港都有㗎，有班小朋友，佢哋咧，但係佢哋好慘嘅，佢哋就成班一個會啦，去一啲空地嘅地方啦，咁啊有花式玩啦，有速度啦，好多嘢玩，速度賽咁樣，都係電動板車，係電動嘅呢啲嘅，但係咧佢哋咧就即係好似做賽咁咯，真係，即係凌晨嚟玩啊？係啊，誒。即係日頭一定執法嘅，要走鬼㗎，係啊，要走鬼㗎，佢哋都要好小心㗎。咁會唔會其實又要考慮下呢樣嘢咧？嗱，我哋做人咧就公道少少嘅，你喺路面造成意外就好大件事。係啦，但係亦都有少有班朋友真係對呢樣運動可能有興趣，因為佢哋好多玩
外國仲誇張，哇！又花式，又唔知點樣，哇！又好似當佢好似即係體操咁樣，又唔知點樣凌空幾多度跌翻落嚟咁樣，好誇張。我睇啲喺 YouTube 睇啲片，係嘛？咁我哋要將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就大家就首先安全，同埋亦都可以便民或者有利大家小朋友發展。多一樣嘅興趣，你唔係求其喂喂嗱，我俾兩條路俾你哋行啦。嗱，唔好話我唔俾你。係啦，咁樣算數噶嘛？運輸署，我覺得你應該係要畫一啲揾啲好似頭先咁嘅花式場。係啦，有啲係啦，香港又唔係冇地方。嗱，嗰啲僆仔好得意嘅，中意玩速度賽，咁你又可以俾個區域佢咁玩速度賽。係啦，好似踩單車啫嘛。係啊，有得玩係咯，俾個場大大啲場，只要安全。其實我覺得會唔會其實單車嗰啲管咧唔係？日日有人操噶嘛？係啊，攞嚟用下係嘛？會唔會可能一個禮拜俾翻一日？係啊，總之逢星期幾，嗯，就係依度咧就俾你哋咁樣玩嘅。冇錯，依一橛咁，但當然可能你鋪嘅設施唔係嗰啲咁嘅，即係踩單車嗰啲板啦。即係可能你有啲地方可能係會唔會劃分有一段，有一段係俾佢哋玩咧，可以都得噶嘛。其實即係我嗱，有啲人當然唔覺得唔理想啦，唔中意依啲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其實。大趨勢嚟㗎啦，係啦，依樣咧有機會咧納入奧運嘅項目㗎，我覺得唔知幾多年後，即係等於你幾十年前你邊有諗到 break dance 可以成為出年奧運嘅競賽項目啫？嗯，出年有㗎啦嚇，咁、可能咧就咁樣培育咗一個第三個金牌㗎啦，香港啊，即係而且小朋友玩下，我覺得依啲俾佢哋好過打機咯，梗係啦，好過又去溝女又唔知想點咁樣啦嚇，即係都係最緊要嘅嚇。而家唔係求求其其，你立條法好似當有交代咯。運輸署，我覺得依條真係俾人笑，我會覺得恥笑佢嘅，真係好失望嚇、你而家即係點樣啊嚇？俾啲唔俾啲又咁樣，你香港人咧好難搞啊！你咁點特登要走去將軍澳踩嗰好短嘅路程添？可能呢個係唔奇㗎。譬如好似我住對面海，港島區啦，其實好似我對面個單車公園咧，嗰條路咁 Q 闊，點解唔俾人玩啫？係咯嚇，即係規範下，正正常常。小朋友咧玩呢啲嘢咧，我覺得係佢咁嘅天分嘅，我哋玩唔掂嘅。我即係一啲啲玩唔掂啊！我哋即係開始咁嘅年紀，個平衡感啊，或者又驚達咧，係咪啊？嗰啲都會噶嘛嚇。你驚達啫。都會嘅。細路仔唔驚。細路仔咪就唔驚，所以咯嚇，佢哋有咁嘅即係天賦可以而家嚇，咁啊可以大家展身手啦嚇，咁啊提提大家，咁啊再提提大家，下個禮拜嘅直播咧，應該如無意外咧，即係都可以咧，個恐怖襲擊應該係冇噶啦。暫定嘅應該。得嘅，我懷疑即係唔知係咪個攝影師可能平時夜晚喺度睇 AV 嘅，睇到有病毒啊，係嘛？係啊，可能睇嗰個最近睇嗰邊個啊？許麗萊，無論個人同埋嗰個部電腦咧都有病毒啊，係嘛？係啦，冇錯啦。希望亦都唔係有啲人即係攻擊完之後，我可能係佢攻擊，跟住就係 enjoy 咁啦，千祈唔好佢都大鑊啊，大佬。咁啊，真係 very good 啦。唔係啦，咁 OK， 下星期直播再見，拜拜。就喺前面停低。喂，唔係嘛？我揸 Uber 啫喎，就係揸 Uber， 全世界都冇事，香港咧出事。带俾大家舒适方便之外，仲为我带嚟财富。有日升帮我管理，是我明智的决定。
啊，司機唔該去。你咪係招積哥，你唔係去爭坐管咩？做咩揸的士嘅？屁！揸的士時間有彈性，又揾到，又唔使驚俾人拉，又唔使打打殺殺。啊，揸住呢張卡片，呢間嘢咧一條龍搞掂曬噶啦。如果仲想知多啲，可以打24488805揾香港專業車行了解一下，亦都可以上呢個網址，咁啊睇得一清二楚啦。揸的士都可以好招積嘅。Yo， 大家睇完呢個咁好睇嘅節目，係咪好想繼續無限 loop 咧？如果係嘅話，即刻 click 嚟呢度，又或者去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同我哋一齊傾偈啦。Yo。